给了一个我这么大的白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Hello 单细胞，谢谢空白送的降落伞 ，Alex。Hello Alex。老公公孙乾玄，晚安。明天抢 mini 空票，对，大家，我们是那个4月13 Bellflower， 大家要来看我们哟。Hello Ham， 诗仙。72是企鹅，晚安。可以上课的时候，老师真的超大的，好好笑。谢谢男妞送的甜菜心饼干 ，Hello 吴亦和，上庭 ，Hello Kevin， 北刀白燕，桃瓦哥，陈家树俊银黄鱼，手套晚安。我就试过了，没有，今天还没有试过。还没想到阿胜，晚安。也要看抢不抢得票哦。对啊，我有看到，是就是明天抢票每组都只有108张，对不对？谢谢阿胜送的，爱你哟，谢谢。主播刚刚叫我，好烦哦，那个名字。Hanna B， Hello， 一语成真 ，Hello。唐双志祥，祈求大家明天可以抢到票。Hello， 浩浩，命运，亏他小易，佳安的直播，谢谢小易。林 MJ，Hello， 德全，晚安，北极星晚安。Hello， 变成新鲜柠檬，赶上了，谢谢德全。大家有发现我今天牙齿上的东西吗？我今天有戴牙套。Hello， 简志宇，思思帮思源，那是什么星星吗？突然好想看安双吗？你说是因为嗡嗡吗？嗡嗡那个嗡嗡的贴文。Hello， 阿龟，报道 ing。Hello， 至于会喷飞吗？牙套吗？牙套吗？杨雄，晚安。明天中午又是战场了，感觉好像很激烈。牙套不会喷飞吧？怎么？啊！对吼，没关系，今天头发不在我房间。Hello， 郑佩森 ，Test， 安安不要哭，看得到吗？看得到啊，还没有啦，我不要再哭了，上次造成事故真的非常的抱歉。哎，我重播嘞，什么都要背一下，先不要。Hello， 张明丽。侯元云，启月，奥云群学，牙套看不出来，应该不会飞吧？可以，不会啊。原本应该叫水仙爽，结果改到3:30。咦，小晴前辈改到3:30，好早。猫呢？猫刚刚走出去了，至少也逼主保底。对哈，他瓦哥是那个栗子前辈的粉丝。我们 B 组赞赞，大家来看苹果吗？不是，我们在讲那个牙套，因为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的牙套被猫就是放在桌上，然后我就猫叫，它就掉地上。YH， 上次造成事故怎么样？没有啦，上次没事，没有啦，是我自己乱讲话。谢谢詹明丽。为了再次看安安哭，一定要抢！我不要，我不要再哭了啦。Hello， 阿翔，我没看安安哭，什么啦？大家是在看我哭的吗 ？Hello， Apple， 易德。哦，对，想到易德，我要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又来一个对不起了。我上次不是说我直播是礼拜二、礼拜五，然后礼拜天吗？我记成下礼拜的直播了，
是下下吗？我看一下，这有月历吗？哎呦，晚安，大福哥。今天要飞什么？今天希望不要飞。夜雨苍生，草莓酱，草莓酱。Crown Austin， 你也乱说话。没有了，等一下我看什么时候。礼拜一，对，是下礼拜，下礼拜才是。2/25，这次我不会去安安，应该不会哭吧？没有，我不要再哭。你知道我上次哭，然后结果那个前面的摄影师，因为我紧张，然后我就抖脚，就然后我就看到摄影师姐姐就这样逼我的脚，然后我就怎么了？过敏加安，对啊，我很经常过敏。108个座位 mini 控随缘了，大家加油！大家加油，要比网速的时候了。我粉专，对不起，对不起的，我记错日期了。夜哭的安很可爱，那个谁，田中豆粒王有杰，切尔东卡木伊 ，Hello， 晚安，不用哭了，让 IKEA 哭就好。都愿意飞过了，就不用再提什么事情了。嗯。好的，天天。对了，提醒一下，最近有个二阶讲，我知道。好，他会一直传照片，虽然我都不知道传什么，因为他要确认讯息才能看到。谢谢12345678910追踪。Hello， 萱萱，不要再开错时间，好，好，念书去。上庭要念书，剑向博华盛堂 ，Hello， 晚安，还没有事故，现在还没有事故，谢谢华盛堂分享直播间。Hello， 剑剑，什么什么什么，发生什么事了？明日天气晴 ，Hello， 你好，低调再低调，晚安。玄阳森森堂，左等一下哦，左手臂是伤疤吗？一道红红的，你说这个吗？对，这个已经很久了，是那个去年，去年偷懒早上，可能刚睡醒还是怎样吧，然后就很气，然后就嘎，然后咬，然后就拉，然后就丢疤了。出门要记得戴口罩哦。你要记得戴，大家记得戴口罩哦。罗马路 ，Hello。话说今天，应该还没看到应援帐的线段。诶，我刚刚有看啊，是刚刚那个吗？还是不一样？乱世狂拳 ，Hello， 谢谢花生糖送的直王，乔达叔，聊开心的事就好。好啊好啊，等一下哦，君佑 ，Hello 君佑，偷懒出来打球。Hello 钢铁韩粉，哈，真的，他真的很爱咬人，可是他真的太好爱吃塑胶袋哦，他吃塑胶袋，吃一吃然后就会吐塑胶袋。有事偷懒的锅，对，今天只有一个吧，就那个啊，觉得怎样？哦，是刚那个吗？大家来看安安的直播那个吗？我看一下，应该没看错吧 ？Hello， 佛山咏春拳小说，好意，余力，那个字念意，欸，有人不知道那个字念意吗？这样的塑胶袋说，我跟大家说，他真的超厉害，我是。假如说，就是怎么讲，放在那个袋子里面收好了，结果呢，他会去翻呢，超夸张的。
而且不止他不只会吃塑胶，他会吃线，各种线。Hello N 新野人西兰命，谢谢命送的玫瑰北极星，晚安，安安晚安。五个有三个都叫错，他们都叫什么？浩利吗？我就试过啦，今天还没有试过。Tomo 晚安，周家安。对啊，就是刚刚那个嘛，什么什么，各位，本安今天晚上半夜之后不来吗？他会钻进塑胶袋吗？他会钻进纸袋。他嘴馋成这样。对啊，他如果想要吃小鱼干，他就会一直一直叫一直叫。充电线也吃吗？不吃不吃，他只吃棉纸类的，或者是那个塑胶袋。那塑胶袋还会看就是材质不一样，他不一定会吃。他不会钻进塑胶袋，会跑进纸箱里面，还有那个纸袋。假都好，好你好，之前回，对啊，就很担心他，就因为他一直吐，可是医生说有吐出来都还好。我是很害怕他有一天我回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他躺在那边。对，你浩利，好奇怪啊。Hello， 上。夹胡提，所以觉得那个线路还不错啊。施压的概念吗？看来可以用塑胶袋拐走它。大家知道好？可以讲吗 ？Costco 有一款美国的那个保鲜膜是有粘性的，你们知道吗 ？Hello Jody 吗？八轩永无一成。七刀代天，现在没有，很快就会的啦，很快就会的啦。焦焦焦焦焦焦，我不懂，看到安安哭了，没有，我的眼睛过敏而已。他要补充一点缺乏的塑化剂，记得安马还是男生化吃过，对。可是我觉得耳塞感觉会排出来，可是那个他们去做手术把它夹出来。看了觉得好可怕，如果只是咬 Type C， 那就是走在科技的偷懒了。什么是 Type C 呀？萌新曾祥祥，知名美少女，对，就是它有一款塑胶，不是塑胶袋，是保鲜膜，是有粘性的。嗯，然后偷懒就特别爱吃那一款的。Hello Tomo 翠翠丽。晚安翠翠，天天说充电线的孔，充电线的孔，充电线的孔。是那个吗？充行动电源的那个线吗？他只吃 Type C 的线，他不会吃电线。Hello， 慢慢来看刘建谷，小姨太不行，你用不到，对啊，我好像不太会用安卓的手机。谢谢刘建谷送蓝色应援棒，还没想到六六花生糖送的降落伞，谢谢。晚是主播晚上好哟，六六你好。其实我今天还是有准备吃的啦。Hello 君佑走到飞，谢谢陈家树送的 kiss 啾啾，搞不好你已经在用了，只是不知道。就是那个啊，行动电源的线，对不对？我这个真的好明显哦，这个是蛮明显的吧？就是这边有一条，臭猫真的是啊，过敏好可爱。哇，我有看到影片。聚餐两个是什么？
怎么了 ？USB 三等于 Type C 充电，是我看不懂吗？一片寂静，这是什么啦？阿 Kira Hello， 晚安晚安。天天派，天天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刚刚天天怎么突然一阵？一阵说不要让人家去插两个是什么？是什么？怎么了？怎么了？要怎么直播才不会尴尬？怎么直播才不会尴尬？多直播就不会尴尬了。至于你要直播吗？谢谢花生糖拿尼哇，天天派我哭了。小易不要哭，小易不要哭。然后等下换小易哭。我就是故啦。怎么了？怎么了？事故刷起来，刚没有事故啊！不要骂拖拉，待会又刷来刷存在感。拖拉，萌新送了降落伞，谢谢你，谢谢萌新送的。你想要唱歌？至于你可以啦，唱歌也很好听。小易不要哭，君友 ，Hello。谢谢君佑送的甜在心饼干，谢谢。我想想见着哦，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我上次不是说我跟熊妹待在一起吗？然后啊，结果呢，等下都是上天。小一不要哭。然后呢，我跟熊妹出去玩的前一天，我跟熊妹去。因为我们买麦当劳的那个饮料，对，然后因为手拿很不方便，所以我看到熊妹有那个背带嘛，提袋之类的，那个就那个背套，然后有绳子可以拿着走的那个。Hello Akira Chira， 黑哥不准偷看，啊小藏对不对 ？Hello， 晚安。然后呢，我就。跟熊妹说，哎、欸，我也想买这个哎。他说，走啊，我们去买。然后我就说，好啊，我们去买。所以我们就一起跑去买。结果我是去那个啦，西叉丁买的。然后就那种防水的，然后100块一个，我就买了。我就好开心，因为刚好上面的图案就是那种什么，西门红楼啊、中正纪念堂、北车之类那种，就是各种台湾的地标。谢谢黑哥分享的直播间切耳东，谢谢浩姨分享了，不对，是送了玫瑰。Hello 呆呆，徐志伟哥哥 ，Hello， 地名不用买吧？哎，我也不知道西门町，因为我哎，对我为什么要买地名？好笑。谢谢阿 k i 送的幸福甜甜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刚买西门町，哎，好笑。然后。然后我买完，然后因为我们晚上还去东区买了那个某家很贵的蛋糕，结果我就饮料刚喝完，我就把它丢在捷运站的那个垃圾桶，我就把杯套，因为我没有收，我就放在蛋糕的袋子上面。结果我回家的时候，我记得我都还看得到它，可是我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不见了。对，不见了。Hello Alex， 不是品牌干嘛嘛？我也不知道哎，买了就忘记带。不是，我一直都手提的，我是先买完蛋糕，那时候都还在手提，然后就到了捷运站，然后把饮料丢掉，然后放在袋子里面。我回家的时候，我记得它都还在我袋子里面。可是，提袋不是有这样子吗？然后我又拿一个提袋，所以那个背套就这样子提，上面有提袋。他就这样矗立在袋子里面，结果他就不见了。我才买了一天，我超难过的，忘了拿了。不是他张脚跑走了。谢谢 Alex 送的 Love， 你们不要笑，我超难过的。我刚剪标的说，然后就真棒了，我明天跟小妹出去玩可以再带。结果不见了，超难过。Hello 落日一笑。志祥 L F 蛋糕吗？对啊，因为我跟熊妹想要去尝鲜。
被熏吃掉的兔子，谢谢你送了一个玫瑰，你好。我就是顾啦，还没有试顾啦，跟姐姐借二单的布料，自己做一个最草，那把衣服剪下来又被骂。季风亮 ，Hello， 变成新人，不要笑，我超难过的，我也刚买好久就不见了。Only Alpha， Hello， 要问招领中心吗？可是。我不知道是我在捷运上掉的，还是因为我那时候拖着行李箱，然后一手拿着蛋糕，然后手机放在口袋里面，我就这样很开心的走回家。然后可能那个路太不平，然后就，不对，我看手机拿在这边，然后这手拿着蛋糕跟行李箱，然后拖就，这蛋糕好像刚店员说不能震到，然后就换到这只手来。可是那时候好像还有。被套吗？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就很开心的走回家了，就他就不见了。谢谢 X 送的看好你哦，刚刚断了一下，是因为我手机又快没电了，会自己奔跑的被套弄丢，的确很难过，真的我超难过哦，就前天才买，然后隔天就消失了，真的很呕。想说为什么我当初不好好收好它呢？为什么让它长脚跑走呢？熊妹很呛，小心，熊妹很可爱，哪有？它跟我在一起，它不会呛。谢谢 Only Alpha 分享直播间，小杰 ，Hello， 谢谢 Alex 送的 kiss 啾啾。其实是还没养成用被套的习惯，就很容易忘记。可是，早知道自己收好的。Hello 国树。JUN John Hello， 简单，以后出门不要出门就不会掉东西，不是吧？不是吧？从此生源动起脑袋，开始研发饮料杯套防盗锁，防盗锁。因为我在想，会不会是我走路然后掉在路上？因为我隔天早上我沿着路再走回去看，我想说会不会是被那个清道夫杀走了？充电啊，对，我要充电，我要充，打到了，等一下，因为你比较强吗？没有，我单纯之后去会去游乐园玩，我都在熊妹那边，我不知道她会发耶。熊妹是这样，熊妹很可爱啊，虽然她游乐园真的蛮搞笑，等一下哦，我要移动一下我的镜头。这样奇怪，对吧？对不起，让大家眼睛眼花。二月生日会有送杯套，可能刚才，等一下，这个镜头发生什么事？我怕等一下扭断。好，等一下哦，这样好。每日任务撞到直播架，那小妹前辈有前辈风范吗？有前辈吗？有前辈的架势吗？对吗 ？Happy Love，Hello 阿紫 ，Hello 坤坤，晚安。如果回去这样能找到就神奇，有可能啊，就可能被人家放在什么路边，然后就说失物招领。谢谢 X 送的 Love。陆婷 ，Hello， 这时候应该再自己去买同一个，然后说其实我在我这再送给你。这时候应该再自己去买同一个，然后说其实在我这再送给你。等一下，这时候应该再去买同一个，这里不看了。然后说其实在我这，然后说其实杯套在我这里，然后再送给我，在。可以唱歌吗？我拍谁呢？至于唱歌太好听了，不行。青苹果 ，Hello， 小慧，青音 Sakura， 谢谢 Happy 蜡送的香氛蜡烛。
在路上看到背套也不会去注意吧？我在路上超级注意的，我就看看看，没有半个东西。哎呦，我刚好走过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刚好看到那个清道夫在扫。你的中文爱心的表情很好笑，什么啦？很好笑吗？是天天中文不还是安的中文？中检，对啊，中检我中高级过嘞。到底是天天中文还是安的中文？我也很好奇。撩妹失败，原来是撩妹的部分吗？咋结的？等下是我的问题吗 ？Hello Roy。阿努纳奇，天天难得撩人的说，撩人的说，真的吗？等一下，等一下，我看，是我阅读的问题吗？我问你哦，这时候应该再自己去买同一个，然后说其实在我这再送给你是什么意思？哪里？那个啊，天天说的，是我看不懂啊。等一下，小姨说安，我今天要去一个地方，你知道是哪里吗？你说去我心里吗？要好好向安安学习中文。哎呦，谢谢 Alex 送的掌声鼓励。为什么要考重点？因为学校要测验那个，要测验就是大家的中文能力。Hello, Koichi's， 我也看得懂。哎，是我看不懂而已吗？所以大家都看得懂吗 ？Hello, 小丽有已推仓鼠茄子的清油。没关系，天天打的我也都看不懂，天天被 dis， 果然是 Discord。哎，是 Discord 吗？是吧 ？Discord 被 dis 了，天天被 dis。对啊，谁要翻译一下？是我的问题吗？看不懂才代表中文没问题啊！原来是这样啊！天天海龟，你的背后掉了，找不到，所以我装在这，装在你那里，但其实是我再去买同一个给你。哦，好，不行，这样没有，你要送我。不好吧？还是你只是在撩人而已？安安英文也很棒。对啊，对啊，我英文很好哎。Alex， 看得懂天天说话的人应该很少吧？这天天常常讲话，你们也都看不懂。Hello， 曾想翔，谢谢 Alex 送的掌声鼓励。奇怪，我怎么看得懂？天天翻译了，对，天天翻译了。可能大家中文比较好一点。新野人 ，Hello， 天天也会有翻译的一天，奇迹出现了，奇迹呀 ，Seki， 拜拜自娱，你讲英文都会卷舌，真的吗 ？Happy Love， 卷舌吗？卷舌？英文不是通常都要卷舌吗？很多买了之后丢松叶底下就对了，松叶底下吗？谢谢 Alex 送了好多好多好多的掌声鼓励。Hello 单细胞贾鲁特，太棒，我名字都念对了。对啊 ，Alex， 我好像已经会讲了 ，Alex。阮想豪，你好，唐霜 ，Hello。埋在左边数在第三棵树下面，埋下去我就找不到了啊。可是如果你放在地上也会被那个会被扫走吧。虾勺 Hello 虾勺双眼北极星，如果是一起去买的话就你觉得应该怎样做才对啊？呀，又是我中文的问题吗？如果一起去买的话就会觉得应该是这样做才对啊。等一下啊，等一下，我要当机了啦！你说我跟熊妹一起去买的话，就应觉得应该这样做。
干嘛？天天，天天，我是中文。想加速 ，Hello， 天天要哭了，怎么办？是我中文太烂吗？安，加手安，我刚补习完，哦，辛苦了。加手补什么呀？要不然买在书下再跟安安讲，我嘴巴闭好了。天天，天天，你理解我们平常的痛苦吗？哦，不要这样啦！谢谢变的新闻送眼镜叶大壮。第一次看到是天天无言，谢谢还被他送的甜菜心饼干。你可以说你听不懂，再叫一次。等一下，天天你还在吗？你要解释一下吗？是我中文太烂吗？可是我觉得我中文蛮好的，其实。天天不要哭，天天不要哭，是我的中问题。补英文，啊，英文。英文啊，原来是英文的部分呀。天天不要哭，小杰 ，Hello， 我中文更惨。哎 ，X 中文，所以 X 是英文比较好嘛？好难聊没？怎么了？对不起嘛，对不起，天天，天天要不要试打英文？好啊，天天你打英文，说不定我会看得懂。谢谢 X 送的 Love。低调的灰原 A， 幼云晚安，安安晚安。今天19:10，等一下讲到直播就，我不是刚刚讲说我讲错直播时间了吗？等一下我这个算了，就是我不是讲说我的直播时间讲错，说是25日，然后结果是2日，然后就是播2个小时，对，不是1个小时。就我整个搞混了，谢谢低调的会员来分享直播间。我粤语好，哎 ，X 是香港人哦。小易 ，Hello， 谢谢 X 送的 Love， 不是我英文也烂呀、啊，那怎么办？还是你要用白话文讲？可是你刚刚讲就是白话，有没有那种白话文更白话文的语言？应该有吧。就是白话文，应该有吧 ？Hello， 阿凯，新野人 ，Jetamorsa， 你好，谢谢 Happy 他送我的幸运石草，小彗星 Jack 你好，谢谢 X 送的 Love， 花生糖暗糖赖赖。谢谢 Happy 大送的幸运事业草，没关系啦，很多成员都搞混直播时间过，因为太混乱了，时间过得有点错乱。Hello 内内南野秀一科科晚安，君佑，谢谢君佑送的运动嘛，天天快直接告白，等一下啊、哦，安会讲几句白话，我现在不在讲白话文吗？是吗？我在讲白话文。911，你好。Yuipong，Hello， 阿凯。搞混时间是这样，我又第一次，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错失，因为我稍稍有点时间过得错乱。坚持，哎、欸，阿凯卡卡了吗 ？Hello， 志伟。信婷，晚安，金界大叔，谢谢君佑送的 love， 还有信婷送的 love， 卡了吗？卡了，怎么办？还有卡吗？有声音吗？有声音。啊！我要听这首。去下一首。偶尔开一下眼哦，好。Hello Ice， Ice Hello， 等一下哦。卡了吗？怎么办 ？Hello 双胞胎哥哥阿如，卡。安的中文比天天好一些一个。啊，那怎么办？
要多阅读是吗？一点点，我就试过了，还好啦，还没，好吧，算小事故，有声音只是画面不同，原来如此。好一点点，有声音，维卡，谢谢 Happy Life 送的 kiss， 猪猪。有声音只是有画，只是画面维卡，现在还有卡吗？谢谢家嫂分享直播间。Hello Apple 想为毛你今天这么卡？我也不知道哎、欸，很卡吗？现在 ？Now by now。Hello Ken， 你还卡吗？梁雄，刚刚听完马友终于摸完你的故事，然后就哦对啊，就我们在彩排的时候，马友前面说，哎安安，我好像还没摸过你的屁股，然后就这样摸了一下。对，他的请你我家网络是哪一家？中差电信。麻油饭小竹炭甜甜全配声 ，Hello 配声，哎、欸、是那个吗？郑配声吗？是同一个人吗？谢谢 X 送的蓝色的月圆棒，谢谢，还有 Kiss 猪猪，然后加嫂送的降落伞，志祥。所以等一下，谢谢科科送的降落伞，真的很卡吗？跳出，等一下 ，Hello 田中豆地王，请问被前辈田中豆地王 ，X 送的甜在心饼干，谢谢你，还有运动帽，超级卡，哈，是我的。手机问题吗？新野人，我就试故啦，先不要，等一下，麻油的手感觉好吗？天哪，还卡吗？卡吗？有好吗？如果音乐关掉的话，这么卡吗？还是卡？咦，因为还卡在崩土，好奇怪啊！这样呢？我重新来，还是这样？这样子呢？这样呢？这样呢？各位，这样嘞？Howie，Hello， 我直播还卡吗？据点 ，Hello， 卡？这样有比较还是卡吗？不要充电，充电会卡。我现在没充了，有卡吗？还在卡吗？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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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X 分享的直播间。手机会很烫吗？哦，蛮烫的。让我们好，等等又会没电，没有，我会注意它剩10%的时候我再开始充，然后我们充到20%我们再，然后啊，果然是充电的问题呀、啊，还是呢，如果直接用那个呢，不要用行充充，直接用那个线充。Hello 思源，大家帮我看一下哦。
这样呢？有卡吗？刚刚从平台开会，我有问题。没有，是 my missing my fault 是吗？我一直觉得是 my fault 吗？呆细胞有有卡。各位卡爆，好算了。哎，这样呢？哦，我就事故啦，出现了公用。哦，太卡了吧？这样呢？我也觉得，那我用 WiFi 看看。等一下哦，我用一下 WiFi 看看哦。Hello， 这样吗？有好了吗？还是其实没有？Hello， 可可，还是卡吗？晨晨，哦哦，不行，不行，这样呢？可以了，有卡吗？没有。又卡了吗？卡了，没有，卡了。你没有在看我、哦。哎呀，哎呦喂呀，哎，不行，什么什么鬼网路，鬼之网路呀、啊！我还是用 WiFi 好了，这样，这样呢？我就是故啦、啊、哎呀，真是的。比今天比刚刚好了。现在呢？今天安安皮肤比较白。真的吗？可是哦，这个光下去很油呢。我没有打那个，我没有用那个稀有的那个，那牛奶光泽肌吗？好油哦！你要帮我拿一下那个吗？一秒喝水哦，太酷了吧！真酷！旧云 ，Hello， 等一下，所以现在有卡吗？还是卡？嗯，对啊，看起来油油的，因为我今天没有打的，在那边。那你，因为我用的那个粉饼比粉底比较保湿，等一下哦。怎么了？来一个心思逛压压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睡，等一下，我的刘海。等一下，我先让大家眼睛可能看到青草人。好热哦，我刘海变线条了。等一下，我要梳子。我想要开冷气，不要在服装的时候丢。对啊，等一下，等一下我的。哦，太热了吧？拜托，我开很。高，露额头也很美，可是不行，我有额头太高了，发流变，等一下哦，是治发对不对？治发流变，太高了啦，不行啊，那个额头的部分，今天很热哎，今天超热的 ，Hello 水锤 Apple。感觉你适合中分，认真，可是真的很高哎、欸。过热会影响下部体网络体。哎、欸，好亮哦，太白了吧？刚那个剃发哦，不油了。真的吗？可是如果会剃啊，剃发，我刚刚说什么啊？治发的，我以为是地，哎、欸，对，地治哎、欸。这样不觉得很高吗？真的很高哎、欸，真的不行。泡面要泡三分钟。Hello， 你好，泡面真的要泡三分钟才好吃，而且要三分钟，真的超高的哎、欸，不行啊！哦，太高了吧？太高了吧？我是需要发卷的求助啊！它变面条了，它变面条了，它变面条了。哦，没有草字头的布，哦，应该在，好像留在台北，没有发觉，蛮好看的吗？真的吗？有一点林姐的味道，认真，可是真的。好高哎、欸！哦，讲到额头，我最近真的没有那个哎、欸，长痘痘，皮肤超好，因为可能都戴着口罩，然后没有化妆，所以皮肤越来越棒了。真的吗？安女神，谢谢大哥，可是真的太高了，这样不太好。我原本也是这样分啊，可是这样分下去越来越高了，不行，你看，如果这样绑起来、欸，好像还不错哎、欸，有吗？好像还不错哎、欸，我觉得。Hello， Happy Love 小杰。哎、欸、，Happy Love 一直都在、欸，我看错行了。谢谢花生糖送的降落伞，这样吗？卡女神今天很卡哎、欸，好久不见的额头，因为太高了，所以我在努力把它存怀中。绑马尾跟不同人，是不是真的对不对？我也觉得，可是我十一岁的时候绑马尾真的超丑，那时候很抗拒，可能没有旁边这样粗吧，很像大吗？高卡女神，就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对不对？哎、欸，这撮是在 Hello 啊，不行，我要充电了。我已经开冷气让它已经冷却了一点点，哎、欸、咻。要卡了吗？要卡了吗？他
Hello 龙骑士，可以试试旁分。旁分吗？这样。有卡吗？方法课的时候，有个老师他就说，其实我的脸型是不适合放下绑上去的。Yeah. 对，就断掉吧，崩了吧，啊，单细胞。卡了，网络不稳。那如果赵雷，各位，哦哦，等一下哦，果然是充电的问题呀，卡了。我觉得充电的问题，充电的问题，感觉是占很大一部分。嗯，哎咻，哎咻，不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充电会过热就容易卡，对啊，变越看越美。谢谢 Alex， 动漫动作。谢谢 X 送的 love， 玉安，你好，降临。可是好像我觉得帮旁分比较好看，其实好乱哦。等一下，先让我绑起来，科科，它有点崩哎，其实这个刘海。该有刘海这样很可爱。等一下，可是它现在有点乱。我上面怎么那么多线条啦？烦呢，下来这里。怎么了？你看到吗？嗯？这时候不应该是然后说什么？啊啊！这样真的很适合。也没有我头贴。哎。单细胞，单细胞，不行，那我今天播旁边好了，因为好像有点油。可是这好像清朝人啊，我觉得刚一开始绑的时候比较好看哎。哎，好的，就这样，看起来好幼，我本来就很幼啊，青春的十六岁，不是，怎么可能是冷气的关系啦？Hello， 家嫂。哎。谢谢 Alex 送的 Love 陈家树 M 字刘海。哎呀 ，M 字刘海真的是。绑头发，青春，对啊，我青春十六岁，虽然不是小朋友。哎咻，其实我觉得我我国中的时候就很独立。晨晨 ，Hello， 安安好美，谢谢九蛋，谢谢陈家树送的 kiss 啾啾 ，Alex 送的 love， 新野人送的 kiss 啾啾，信誓旦旦，你好，练可以子，看完啦。不念最好了，看完了超赞，恋爱可以持续到天长地久，哦，呵呵好好看哦。谢谢家嫂送的降落伞，有点不像，有点有像不像的 Team Eight， 隔田初夏，好，单细胞我也觉得你该换回来，人太疯了啦。
你看，大家看完那个了吧？恋爱可以持续到天长地久，超赞！上到空姐了，把那种公式化。谢谢小杰 ，Hello。怎么办？可是不充电，我现在剩七趴哎，怎么办？尾鱼 ，Hello 尾鱼，嗯，我觉得安安笑三分，彩姐吗？有吗？我觉得不像。要说像的话，我觉得小慧比较像。你手机发热吗？开始卡了。什么？对啊，我手机在发烫。嗯，就是好像我记得开镜头会比较。二姐啊。圣棋盘没喂喂喂九蛋没有草莓酱 Hello 比他漂亮没有彩姐是我的那个呢女神Hello 新野人下巴不够尖不像我大彩姐对啊彩姐的那个下巴超尖你看懂了这样够尖吗给小可以给个 pose 截图吗卡吗？哦哦，卡了。听说陈家树 ，Hello， 古早味，喂 ，Hello， 卡了吗？卡了吗 ？OK， 今天哦，看到 Disco 我就想到一堆人换我那个，为什么一堆人放我的那个啊？以前拍的那个宣传照，好手套。Hello， 田中豆粒王，北极星。不行，我快没电了。谢谢田中豆粒王送的玫瑰。鸡丝羊，晚安，我要卡了。有吗？因为我剩4%了，我觉得不管也没办法了，怎么办？太卡了。卡吗？小卡。怎么办？没有，我就让他这边。下次要。百耶，天天你好聪明哦。那你要帮我拿吗？你要帮我拿吗？冰敷袋。天天说冰敷手机。志祥，你要打球，好，拜拜。
志祥，你要打球，好，拜拜。啊！天使安安吗？等一下，我现在是卡的吗？卡的吗？没有吧？还是其实他真的是卡的？天使安安吗？等一下，我现在是卡的吗？卡的吗？没有吧？还是其实他真的是卡的？卡的。啊？一阵啊？那我连我随便玩的网就好。你要开窗看收讯会不会比较好吗？三林凉爽 ，Hello， 你好，超级卡，好，完了，是卡的，完蛋了，一直卡住，看你呆呆，看你呆呆的样子，嗯，你不知道救网路 ，Hello on the Alpha， 我直播很卡，各位。感觉是手机效能低下的卡，效能低下的卡了，啊，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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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连网路，等一下哦。我连不上你的。被熏吃掉，等一下哦。谢谢草莓酱送的告白气球，苦味羊奶，这样卡吗？卡，卡。山羊，山绝朗人，你好。果冻九号，你好。怎么办？我直播超卡嘞，还在卡、哦？可是有声音吗？配声 ，Hello。是你跟他抢网路啊？好，试试看。谢谢甲骨文送的医用口罩。这么卡，我真的很困扰了。没有你的，没有你的，稍微好一点的，声音一直都有，只是画面有时候不同步。嗯，等一下哦，声音超顺的，哎，声音超顺的，原来是这样。内内 ，Hello， 家中有人在偷下载吼？下载吗？有人在看我直播啦。谢谢 Alex 送的，那有好一点了，这是音乐的问题吗？还是他抢网路？哎，好像是抢网路问题，感觉会有。Hello AB Fly， 没关系，来慢慢来。好啊，但我很愧疚呢。爱哭鬼小胖，田中都有网络君，加油，加油，加油！请祝我直播顺利，真的很。冰敷带有效了，没有，他刚掉下去了，我再冰一下。我觉得有可能呢，就是如果他刚刚有降温一下的话，这样好多了。好，我刚刚听到偷拉的声音，要让他进来吗？
还有谢谢燕送的甜菜心饼干，终于看到我了。Hello Alex， he made it。发生什么事了？等一下，你肩膀有好一点？哎，我今天还没开始痛哎。上次妮的姐姐有建议我说可以弄那个磁力项圈，我贴了一次，原本就没什么用，可是今天目前是还没有开始酸的，好像挡住了。哎，这是底部哎，等一下，我就试过了，它自己掉下去的。谢谢 X 送的 Love。事故，谢谢大家的祝福啊！好，这样好。上次反光，这次很清楚，真的吗？可能上次因为上次那边灯光比较不足一点点。嗯。Hello， 阿东冠宏，阿东阿当冠宏，事故还是来了。哎呀，谢谢田中的晚上心心相印。晚安，刚下课下。冠宏辛苦了，怎么了？就播这个。好啊。还是播你手机的音乐。嗯？怎么不客气？什么都没讲。谢谢田中栋阳送的玫瑰。安安平常是讲台语吗？没有哎，我平常都比较讲国语，比较讲中文。查查 ，Hello， 爱哭鬼小胖追踪，谢谢你。嗨，尤伊啊，对不起，就说我没有很像吧，因为以前被比较可爱，看起来好喝，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可能是为什么我有点感觉。豆花有点超声，怎么没有青蛙的声音？对，真的有青蛙，大家不要怀疑，因为我家旁边是田。嗯，一直都很可爱吧？我吗 ？Hello， 柯柯，谢谢柯柯送的甜菜心饼干。用你的、啊。你要看什么？啊，你不是在看我吗？你不是在现场吗？你干嘛看？哦，你要看留言哦，听到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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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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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尤伊讲，都めちゃくちゃ可愛い，谢谢田中豆粒王，谢谢 X 送的 love， 啊呜，是软吗？原来有快点、啊，不是我们家，是隔壁的。那请问椰道会变成什么？青蛙椰道怎么会变什么呢？青蛙每次 kido 圆阿圆，好，青蛙椰道，为什么变南瓜？啊，很难刮对不对？很难刮刮刮刮。冷笑话的部分，笑死，变傻瓜青蛙，傻瓜青蛙。Hello， 尾鱼，真想想青苹果。握手会考虑绑马尾吗？对啊，我还在想哎，握手会改到六月了，好久哦，6月27跟28，我应该是27的。这背景音乐真是台北是听不到的，对啊，大自然的声音大家有感觉到吗？真的起鸡皮疙瘩了，什么青蛙声吗？好久，对啊，好久哦，好久才能见到你们。可是这样子才能。确保大家的健康。台中我也喜欢去吃东西。台中，你要台中有什么可以吃的？台中东海鸡脚冻，没有见过。
对，浩逸我们没有见过，你会来握我的手吗？哦，谢谢 AB Fly 的星之冠。迷你控看得到 Apple， 我有没有见过家嫂？大家来见我们哦！明天抢票，明天12点，我们是 Bellflower Uni Bellflower， 13号星期一。希望考完毕业后就能去。浩逸是哪里人？安杰早安，今天马尾。今天对，因为刚好像有点崩刘海，所以把旁边拨旁边去了。啊，还在上班，头来看一下，认真上班 ，AB 胡赖。但谢谢你来看我直播，你中分好特别的感觉，有没有清朝人的感觉？清朝人。Hello， 臭小姨，强森，东海鸡胸肉我很喜欢，我也超爱吃的，很好，很香哎、啊！而且他们那家不是还有在卖那个吗？哎，错了，他们那家还有在卖那个是什么红豆牛奶冰吗？蜂人冰，对，蜂人冰，平日不行啊，学生都不对。学生好像有点难。我去吃烧烤红烧，完了，哎、欸，我台中人这两家都没吃过、欸，哎，怎么办？他是不是要掉了？有那个胶带快要掉下来的声音。那个冰很赞，真的，我很喜欢吃他那个牛奶的。无尾狐 ，Hello， 米顺，谢谢 X 送的 Love。72是企鹅，你好，哎、欸、不对，是 Hello， 刚太卡了，对，刚刚很卡，抢到也去不了。我希望我回台湾的时候你们有活动。好，就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注重好自己身体的健康，身体健康最重要。风人变好，怎么了？为什么连不到？你网连不到？嗯。谢谢田中豆力王分享直播间 ，Hello 乌尔湖安安安安，轩轩，谢谢 Alex 送的 Love， 可以去吃看看很有名。我知道乌马，但是我不知道红桥。乌马是在 J 某吧，我记得，那蛮贵的。凤冰真的很好吃。Hello 徐子维哥哥，谢谢科科分享的直播间。乌马鸡汤超好喝，红烧的肉超赞。我下次去吃看，而且我记得他生日的时候会有那个对不对？花的那个硬盘。谢谢萱萱送的心心相印。红烧比乌马好，乌马好，很吵杂，人比较多吧。我就下次可以去吃吃看。可是因为其实我没有很那个，我没有很常吃烧烤。身为台中人，还真没吃过乌马。对啊，欸青苹果也是台中人，哎咻，等一下，阿托拉在外面吗？他在哪里？你不知道 ？Hello， 空白，值得去。好，我下去。干嘛爆气啦？你在爆气什么？谢谢 X 送的掌声鼓励。强制安迪头贴是什么？这是谁 ？T 恤哥阿翔 ，Hello， 青苹果都请我吃，重不重？粽子吗？偷来在外面，偷来。妹妹很火，没有，因为她刚刚想要连 WiFi 连到她自己用她的手机，结果她发现她连不上，然后就，怎么会这样连不上？气死我了！乌米比较好吃，
乌米吗？你说小醉怎么暴气？心内真一哦，台木版 46的心木真心内啊，心内，我刚说心木对不对？心内真一，我会把它放旁边小模块。为什么要填小模块？哦 ，Hello 宗泽，好久不见。严冬卯，雨过天晴，好意断了，断了。断了，刘建谷 ，Hello， 以前常去逢甲夜市，现在少去。我觉得逢甲夜市还好，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好玩。哦，姐姐抢网路，没有那么急。对啊，哎，偷了，等一下，对不起大家，等一下哦，你不要咬我的。哈，偷娜，嘿，好可爱哦。还有，酷酷。嗯不要咬我！不要咬我！不要咬我！没断。台中我只去过一中街逢甲夜市，我都没有很常去夜市，因为我觉得夜市人好多。谢谢 X 送的运动帽。中部重啊！原来如此，消波快。怎么了？长得，你说长得很像吗？嗯，一脸困惑。把周遭的消波块形状很像柱子，明明就是启月讲的那样。谢谢空白上的降落伞。等一下，他在咬我的那个，他在咬我。他咬我的那个围巾，水饺，誓言啊！笑死！哎，一件，哎，我台中人不知道哎，好笑。哎，不要吃了，我的已经被你吃掉很多根了，你就是这样才会一直吐啦！过来。要最懂哦，他很懂时事哎。我围巾那个已经，就原本的下面不是虚虚嘛，每次变这样短。科普一下，消波块的起源是用来防坦克腿。等一下，我喉咙痒。那不是把消波块不是防红的嘛？防红，那个啊，海边防红的那个。最近三 Q 水很啊。哦，我懂，笑死！等一下，安安把它咬回去，咬回去。围巾的，不能开。啊？对啊，对，我们先停一下话题，我们会变成上次那样。围巾的单位是，什么叫做围巾的单位是跟？你说。CM 吧，我就试过啦，不要再试过了。对，嘘嘘的部分，嗯，嘘嘘，就是我跟他分享一下好了。哎，哈哈，你被吓到了吧？嗯，没用围巾，就是。围巾的这个，我找一根给大家看，而且我是才刚用第一天，然后就，它就消失了，看看是哪里啊？嘘嘘，对啊，它一直很爱咬，它觉得很好吃，很好吃，感觉很好吃。青苹果，你还好吗？跟大家分享的围巾，这是我妈去日本买的，超安い。这种东西最到你玩具，对啊，挑选不到围巾哦。家嫂在高雄，好远，口感不错呢，但是很爱咬。
他几岁了？他去年六月生，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十个月。好，这边有买类似玩具，他不玩。大家有看到吗？你没有发现哪有怪怪的吗？你没有看到吗？有几根特别的短。对啊，就玩毛线哦，怎么还湿湿的？好恶！有长，对啊，被咬断，原本应该是在一样的长的，差不多。结果你看，这边有比较短的。谢谢 X 送的运动帽，我现在围巾被猫咪咬坏，就跳起来，真的很烦哎。还好这个没有到很贵，很压塞，哎，压丝椅，好吃，偷懒，好吃吗？我刚讲这是什么奇怪的日文单词？哦，压塞，他要舔了，他要舔了，他要舔了。所以可以送你围巾，不是贴身衣物，就是拖拉机。对啊，就是我裤子里面的那个线也都被它咬烂。好险，猫咪够可爱，可以原谅。对，拖拉，拖拉，雪衣箱是每个人都不想擦。不是吧？启月，突然有点大声 ，sorry。谢谢君又送的 ，Hello 冠红，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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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让你变荧幕的焦点 ，Alex 哦，谢谢 X 送的蓝色应援棒 ，Hello 李宝芊芊，过来，我要去。抓猫，等一下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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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你的包猫会半夜突然暴冲吗？会啊，感觉很调皮哦。对啊，超爱咬人。你看我手上的伤，偷懒，偷懒，偷懒。好，算了，当偷懒当主播，真的。我看果冬直播都可以。果果前辈的猫都可以直接抱在这边，然后就很乖的啊，然后我家猫就只会一直咬。李宝芊芊晚安，它好大只，对啊，真的很大只。青苹果分享这边，谢谢你。有猫，大家是猫派吧？还是其实是狗派？它跟安安一起睡吗？对啊，可是有时候它会睡到我床，假如说我不在的话，它就睡到我床的。正中，然后我回来之后就看到我棉被会这样凹一个洞，偷懒静不下来，对，真的，一直整天都很嗨。偷懒多重啊？偷懒上次量是5.3公斤，好像猫咪用一只手比较好掌握。这个你说这样勾着吗？可是感觉它会不舒服。安露耳头感觉更可爱了，嗯，谢谢谢谢李宝琴。可是你有看到清朝人吗？清朝人，我安排，谢谢。会不会压到他？不会，因为假如说我睡在床上，他会睡在我的书桌椅上面，是不是？猫咪真的超可爱。Hello 塔瓦哥，猫的好处是冬天很温暖。真的，那狂吸，每天一定要吸猫，不吸猫就觉得怪的。哎呦，猫味真赞！露额头照片换起来，露额头照片。但是我握手会就这样，可是人家大家都说，哎，你的头额头好高哦。我按马尾拍，中泽 ，Go Go Go！ 你好，燕阿胜，谢谢 X 送的蓝色应援棒。小狗小狗小狗，谢谢 AB Fly 送的降落伞。现在是为什么会有降落伞呀？好酷哦，都蛮喜欢。不过我觉得猫蛮没用的，因为猫的乖只是不会搞你，可是猫不会乱叫啊。狗狗很吵。谢谢 AB Fly 送超级超级超级多的降落伞。
猫味道超臭的，没有，猫咪是香的，有猫香味。居居你好，安，很好厉害，每句都能回答到，真的吗？谢谢。因为其实好像留言还好，没有到很多。他在干嘛啦？狗至少还有狗，对，狗狗很聪明，可是猫猫就有点笨笨的。破坏王，额头高通常比较聪明，比较聪明，不好说。谢谢 X 送的蓝色应援棒 ，Hello 月月，不会。阿潘，做阿潘的额头应该比较高。哇哦，倒地板哦，笑死！因为我觉得我的很高哎，你们有想过我感受吗？谢谢月月送的降落伞 ，Hello 爱哭鬼小胖，乌龟每次一家开台都在叫呀，很可爱哎！谢谢南泥蛙送的降落伞，爱的降落活动，爱的降落活动。是为什么愚人节吗？现在活动礼物吧，没有，因为我想说应该会有一个主题。咸鱼 ，Hello， 狗训练好，不会乱叫，而已有功能，猫不会，只会捣乱。对呀、啊，可是我狗狗啊，几乎每个礼拜都要洗的，不然会臭臭的。怀怀 ，Hello， 大王，安排27公分，莫莫有点高。爱的获奖啊！韩剧，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这部哎，可是听说蛮好看的。Hello， 小易，我是不是也要量一下我额头几公分啊？你要拿尺吗？我有点害怕。原来是这样，听说是什么降落伞，降一个女主降落到一个地方，然后，对啊，我要量一下。小猪移动作好快，原来有时候会。反应慢半拍，你在找屎吗？应该在桌上的笔筒里面的侧边，目测6公分，真高。对，没关系，它很脏，可是我还是看到它的那个。这也太脏了吧？这是什么？立可白吗？没关系，这怎么量？是这边吗？这几公分？哎，真6公分哎、欸！Alex， 你好，目测好准。李央 ，Hello， 你好，中泽5.5到6公分，真的，哎，好高哦。Hello， 玲玲的单纯天真可爱保护队，你好，晚安。玲玲的天真，哎，玲玲的单纯天真可爱保护队会是讲卡尼。对，我们刚刚在量那个额头的高度，不能有没有那个。Hello， 南野秀一，谢谢李阳追踪。为什么要额头？量额头吗？量额头？为什么要量额头？就是看多高，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真的额头很高。Hello， 南野秀一，晚安。玲玲确实也很可爱，谢谢。但现在觉得安安更可爱了，谢谢 Alex。Hello， 阿华，听说马友摸了你的屁屁，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对啊，跟前的比额头高，还好我有点，还好我不是 TP 额头最高的。Hello， 乔达叔，谢谢阿华分享的直播间。谢谢月月送的降落伞。谢谢 Alex 送的掌声鼓励，月月送的降落伞。不要在我面前哦！不要在我的名字后面接摸屁屁啊！我刚讲什么 ？Hello 阿华，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笑死！哎，我今天好像讲笑死了，这什么语助词之类的。田中豆粒王 ，Hello， 谢谢月月送的降落伞，还有分享的直播间，还有欢迎你来，
为什么这顺序是不是搞错了、啊？我知道是牙套里面是不是有空气啊？为什么看你做作的？没有啊。哦，谢谢 Happy 他送的口罩，谢谢。最近口罩真的很缺。这今天的吐槽，什么？没有板子。今天跟朋友啊，你说这个吗？因为他刚刚滑到地上，他嘞，不见嘞。哦，在这边呢，好笑、哦。哦，原来是这样。默默，八号，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啊、一直冲掉什么？为什么？晚安，默默，小杰，风风西西 ，Hello 博弈，对着镜头秀牙套。没有，因为好像看有点灼灼的。数字君 ，TTPC 主音花，你好。苦味羊奶和恩阿龟，哦，你家的墙壁可以这样动的吗？不要动啦，不是这个，我刚刚算你撞到荧幕哎、欸，那是这个是衣柜，对，戴牙没有，很早以前就戴牙套了，影视美对，谢谢 X 送的 love。谢谢。后面是衣柜，对啊，这衣柜蛮，哦，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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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刚刚有看到什么吗？很多吗？应该只有一堆衣服而已吧。Hello， 赖赖，偷懒很凶，真的偷懒，不要怕呀、啊，哦。牙套要戴多久啊？看看每个人吧，就是如果戴的认真，就可以戴比较短时间。我原本戴35周就好，可是我没有戴的很认真，所以我现在在重新再做22副。我现在这是第一副，所以我今天才很认真戴，比较合。来干嘛？看着你，好可爱。Hello， 信婷，差点是故哦，白衣服。整齐衣柜很乱吧？我就试过啦，不愧试过。看到哆啦 A 梦，没有哆啦 A 梦吧？你是说这个吗？你是说这个吗？蛮整齐的，真的吗？来不及看任何东西。你刚进来了，头发进来，好。谢谢阿米送的玫瑰，月月送降落伞，默默送的玫瑰，那超贵的。嗯嗯，但因为没办法这样子进行活动比较方便一点点，不然有点不美观。Hello， 隔壁班班长姨，安侧面好看，真的吗？这样，高挺鼻，没有啦，开玩笑的。Hello。俊颖、杨雄，谢谢 Alex 送的 Love， 哆啦 A 梦，这不是哆啦 A 梦啦，这是那个 B 群。Hello， 早葵，好眼力。哆啦 A 梦不都睡衣？对，今天露额头，因为刚刚好像有点油刘海，所以只好播旁边。好，李宝芊芊，早点休息，晚安。布莱恩。西库马克，好久不见！看到现在下班了，怕你会摔着，所以送你这么撩吗？月月，怕我摔？那要挑战一整次直播没事故，我也希望没有啊，好难哦！臭臭的 B 群，这很甜我不知道什么这 B 群甜。Hi Beauty，Hello 西库马克。Alex 送的 love， 谢谢你。觉得很，烦哦。你的猫咪很爱，不要咬。
你的猫咪很爱衣柜，没有，它只是因为我的衣柜里面有裤子，然后就会有那个松紧线，然后它就会去咬那个线。很多外都会在外面包躺衣，真的哦。Hello Stan 话羊，居然甜的，是不是假货？没有啊，这是那个，你知道吗？看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RWM， 什么是 RWM？ 这个吗？太好笑了吧！我刚以为我以为想说什么食品。哦，那就那个啊 ，Choco 啦。哔哔。按衣服会不会被咬破？如果衣服上面有线，也会被咬。他是不舒服吧、啊？好啦，好啦，小孩子才吃的才甜甜，哪有？这是小孩子吃的，没有啊，这是成人的。Hello 苦味羊奶，天天偷拿四八是完全把你当猎物了，好像哎、欸，怎么办？他很爱咬我，真的。Hello 爱妹，谢谢 Alex 送的玫瑰。卡木伊 ，Hello， 怎么了？阿 Kira， 为什么你要这样？哦，鼻子好痒。你在干嘛？好啦。他很爱咬我脚哎、欸，他现在也在咬我脚。搞什么？没事，怎么了？什么啦 ？Hello 幼鹰，晚安。怎么了？安安鼻子很直，很直吗？可是没有到很挺。侧面看呢？偷懒现在应该是看到会动就想去抓事情，已经过很十个月了哎，这样很正常吗？晚安就音 ，Hello 月月 Apple Miso， 哎 Miso 你居然传给我新电信，就说你自己学吧。哦、oh, ，好痛！什么？新电信是吗？怎么唱啊？这样，我只看到这个动作。晚安 ，Miso。Hello IKEA。面面跑去小黑台。咦、欸？哦，对，小黑好像现在在开对。Miso 好凶。你不是想学？没有，我讲错，我想要看你跳哦。收心贴，收心，收心咪收傲娇咪收，我要看你跳。志伟 ，Hello， 今天这样真的很可爱，谢谢谢谢。收心贴，手心一起心连心，怎么唱呢？咪收就说这首过期了，他现在学啾啾啾。你说我只想对你啾啾啾啾啾啾，手脚小心哦。对啊，我现在在甩他，因为我脚被他当成目标了。他不是贴他跳影片，他还跟我说他传，那是 Miso 吗？我就低什么，不要咬我。Miso 跳啾啾啾，这画面 ，Miso 长什么样子呀、啊？以后可以多这样直播。你说发型吗 ？Miso 骗人呐、啊，不是吗？嗯，不是。Hello 手套，那是 Miso 吗？不是吧？那感觉什么幼幼台的哥哥，波波星球泡泡哥哥，那个谁，幼台哥，就是他传这个影片给我，这个，那个是教学版啊，从警车下来就是 Miso， 哦对，你们要传那个图片。
我有害攻击小组，没有害在攻击我。偷懒，你要不要进来？跳出去！不要吧，哈！谢谢 X 送的玫瑰。跳的那个有很多人，嗯。你把围巾给他，他搞不好就不要你。不行 ，Hello 一德，一德你有看到吗？我说我弄错时间了。长什么样子真的行？嗯，我场景有没有在里面？镜头外，支援的什么？好想看，支援的什么？镜头外支援的什么？就是现在在撸猫的部分。一副勒勒科的样子，就一副勒勒科的样子，米索骗人，米索，哈喽詹明丽 ，YH， 虽然身边都是小孩子，但有点像米索，真的吗？我没脸面对米娜了，为什么？哈喽吉斯羊。小野庄 ，Hello， 安歪头，你怎么那么贵 ？Hello， 七十二十七二，没事，有看到是刚刚新的新品，是那个吗？不是那个，不是对不对？专业性一很了解，对啊，六十根，笑死，我就是乖。我刚刚那个充电器差点被弄掉，房间又被破坏。偷懒偷懒，你要不要弄一最后一面再出去？等一下，偷懒。安安陪光去，不然妈妈一直跑，都会不会都是妈妈？没有，她在做事，好痛好痛好痛，笑死啊！好痛，等一下，好痛。等一下，好痛哦！你这只臭猫，等一下，它攻击了。你最后一面，然后你等下就出去了。好，跟大家说拜拜，拜拜，大家拜拜。你可以走了，走开。没笼子吗？有，还好，还没有暴血。不用，伤，吓死我！它真的很爱咬我。他被拖走了，大叫都不好，他真的很爱欺负我，他很烦呢，一直咬人。我身上原本我的腿原本都没有伤，很多是养猫后才有。要怎么教猫？没办法听啊，猫不会听啊。拍猫拍拍，没有笼子吗？有啊，除非就是他真的不乖的时候才会关进去。小帮手有看到吗？看到什么 ？Hello， 杨雄，没受伤吧？就还好啦，一条线到手也很快就好了。Hello， 新野人，这叫做齐安镇，齐安镇。Hello， 阿华，谢谢张明送的降落伞。哪尼哇，其实是习惯。你做这个吗？伤，谢谢 X 送的 Love。哦，真的是那只猫，一定是想要吃小鱼干。后来是天天画成一样派，一样派。可能偷懒已经是安安我家族最低层了，不是吧？他每天跟我一起睡，我应该睡高层吧？不对啊，可是我睡高层他就不会咬我啦。Hello， 艾文。对啊，我怎么办？我觉得我可能倒数第二层，好烦哦。这样看得出来吗？哎呦哎，红红的。Hello， 小易苦味羊奶。
晚安。哎，哟，很红，对啊，就被托拉当小妹妹欺负，还好吗？蛮好的，托拉是主子，托拉是主子，不对啊，我是奴才，他是主子，嗯，托拉是猫还是狗？刚我是猫吗？后来一起睡，哎，你只是帮忙我暖床的，生气对吧？他真的，我有时候坐在我书桌上椅子，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嘛？然后我有时候坐在那边，我会被咬哎、欸，然后我起来，然后他就坐上去椅子上面，真棒的，睡磨牙放旁边起床在那里，不是吧？可是我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它会钻进棉被，然后开始这样，然后开始咬我的脚。是猫，对啊，它是猫啊。啊，突然认清了最底层的事，我是最底层哦，是这样啊。但偷懒也很可爱。哎，对啊，偷懒真可爱。我真的很喜欢听它被关在笼子里面，然后它就这样，就叫，叫超可爱的。偷懒的爱不知轻重，不太会拿捏。等一下 ，Hello 陈家树，所以阿花，你现在才知道它是一只猫吗？所以你原本以为它是一只狗，再妙也是我不要，好不要，好不要，走到飞，你好，关起来，它被我妈抓走，它应该是等下子关起来的。你有没有欺负它？我没有，都是它欺负我，我是对它最好的人哎、欸。我会给他吃小鱼干，还有零食，然后方程变成小恶魔，小恶魔只是一只宠物。阿花，你都没有专心看我的 IG 贴文，我根本没看过他。你去我 IG 看，我 IG 上面有第四篇贴文的样子。哎，是第四篇吗？还是第二篇？好像第四篇，我如果没记错哈。他的二起滴滴 king， 二起滴滴网吗？我去看，对，快去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影片吗？还是照片？影片，这是某天偷拉刚睡起来的纯样。你今天学妹妹抱戏的时候很好笑，有吗？辛苦 market， hello， 平常一定是安安喜欢，然后偷拉走去。没有，我都没有欺负他，不然才会害怕。对，他造反，真的超过分，是要扛枪掉。就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以为他已经快不行了，结果他只是睡梦而已，也是打哈欠的痛。对啊，他长这样，然后他就走掉了。好，影片结束，谢谢大家。安、啊、再喵一次啊！不要啦！哎，没有音乐嘞，不行，这不能关哦。他不会自己播、哦，还没睡饱，眼神是，原来是这样，好想这样撸猫，好像我没有，只有猫咪刚起来的时候才可以摸它肚子，不然它就会，它通常不太可能会那个，给人摸它白肚肚。感觉是一只很有主见的猫。对，你今天有额头，好可爱，谢谢人豪。因为刚刚刘海好像有点崩掉，所以就我旁边吧。是我觉得这样有点看起来有点大嘛，放高一点。你现在摸他肚子，他有把你？对啊，不行，他要等他意识还昏昏沉沉的时候。Hello， 月月。一天说的没有一次是送大礼物造谣，别这样，你们要多买，不要送礼物给我们，多买一点生血，多买一点生血，你知道要咬法圈，不行，那个太 over 了，我做起来可能会很奇怪。谢谢 X 送的 love。
所以写3月26号 IKEA 知道，知道吧？大家要去买，指定安安周江，我是 Bellflower 的二期研究生周江，这是我的 IG， 欢迎大家追踪，左上追踪，右下分享哦。我第一次讲这种话，我觉得好酷哦，好酷哦，一定会买，谢谢大家，谢谢苦眼的香氛蜡烛。我就是故啦，还没有试故。哎，我刚刚那种外国腔。妮妮都摇了发圈，先不要吧。我咬手指，太好笑吧这样。谢谢 Alice 送的 Love， 全部都买光，买起来。谢谢旅馆分享的直播间，我怕算了，我放弃，先不要，老人心脏不好，都要先不要啦。谢谢扎米丽送的玫瑰，安安不要被嗡嗡叫唤，嗡嗡今天直播很好笑耶，他那个颁奖的时候太酷了。小助理桑刀俊，先不要。他很专心在看他的手，哎，在他在看我直播，哎，好笑。咬手指偷懒做了，他会有时候舔坏蛋，舔，咬手指，这样不好。生血数量太少，一下就没有了。嗯，生血有数量限制吗？有数量限制吗？就是一个人的。Hello, Miso, Miso， 没吧？对啊，你这吃手手牙齿不能露出来，嘴唇微笑才会性感。吓到吃手手？没有，好，因为我一直以为有数量限制。但纸笔只有三张哦，限量的部分。我们这次好像也会有纸笔。所以嘴唇微笑才会性感，要怎样？怎么漏啦？不行啊，一定会弄出牙齿啊！好，我不会。Hello， 逸晨，让来月清。Hello， 安安小看小晴前面摇法圈做看好吗？我同学我看。哦、oh, ，等一下，我被喷酒精了，再喷一下。比下嘴唇 ，Hello 易德，有点憨，憨，这个比较像，为什么眼神要放空？有放空吗？有蚊子，你有看到吗？不见了。谢谢 Alex 送的 Love， 有喜感吗？怎么弄啊？不要笑啦！算了，我放弃。很性感，要怎么？好像我不适合性感，怎么办？我们啃粉饼。打，可是他不见了。我刚看他在面前这样，然后就不见了。喷酒精不要放嘴巴吧？嗯，不是，酒精上面不都写说可以直接使用吗？安是百变女神。谢谢，谢谢 Alex Yu 送的 Love。酒精上不都写说什么喷酒精后都可直接使用吗？怪怪风的路线，哪有怪怪啊？安可以性感风吧？等等，消毒的不能入口啊？嗯，他不
不是写那个吗？75%酒精，然后喷完他就说，上面我看写说消毒不行吗？那是哪种酒精可以？哦，食用酒精对不对？哦，你这是高粱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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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不同的酒精哦。性感风以后吗？对，等我18岁再说。哦，原来不行哦。你在笑什么？好笑吗？评论来，好，好，好。等等，你打到荧幕前，我们会拍。好，消毒的吃下去可能。我爸偷懒，我刚刚不是消毒了吗？我刚是这样啊。你说18岁，结果我发现我18岁还长这样，会吗？还是你跟75一样搞混？不是啊，我看那个啊，是哪一家？反正就有一家酒精，他写喷完说什么酒精消毒后可直接食用，总之不要东西乱入口比较好。哦，好的，不要乱口，嗯，会长一样，就算是消毒用的也尽量不要，嗯，好，你还是妹妹角色好，我也觉得，国民妹妹，没有，我不是欸。我还在想，我到底走什么风格的、啊？我要走什么风格的？你觉得我是什么风格啊？因为其实，对啊，我刚刚那样讲的话，就会跟韩寒前辈抢。为何不是？因为这样子，国民美眉风是那种像瑞婷前辈跟布丁前辈，然后韩寒前辈、安风，对啊，我也觉得、欸，做自己最赞，很有风格，淡定风，哎、欸，我真的很淡定哎、欸，美女风，谢谢，我也觉得做自己，淡定风，偷懒奴才风，世故风。是哭疯子名字怎么听起来怪怪的？憋哭美美的风格，我以为是吃播偶像。我很会这什么？这是葡萄汁嘞！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是这样，好酷哦！对我来说是一个会一直抢我的好友风格，原来是这样吗？等一下，想要还有风格，可以讲吗？上次一阵有建议我说，直播的时候粉丝要就是平均聊天，就你们有觉得我会有不平均吗？因为其实我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的腰可以带着你聊，可以吗？好像不行。没有啦，就到时候刷一刷。你没有很淡定？我没有很淡定吗？口才风不敢当，我觉得嗡嗡才是口才风。很平均，蛮平均吗？真的吗？我记得每个店，因为上次一阵说我好像有点，就对上体有点，就其他假如说10%/10%的话，我好像对上体30%的感觉。有的就回其实很好啊，嗯，以后可以跟妹妹比口才，不敢啊，我觉得嗡嗡比较可以，我蛮那个的，其实我蛮内向的，很平均吗？好，因为那时候我听到怡真这样跟我讲说，我有点紧张，所以就是想说，会不会这样子我都，然后就没有照顾到其他的。头一天的头贴，小易，那什么妮妮吗？你说妮妮这样，这样真的 OK？ 其实他是怡正吗？
对，那上题你少留一点。对啊，我蛮内向。汪汪家，我妈是直播爽。我记得我看到汪妈很那个，汪妈很嗨，超嗨的。刚好像一瞬真的吗？刚刚有吗？有吧有吧，刚刚那个眼神有杀吧？是不是有杀？谢谢君佑送的 love。我妈都在找女婿。有有对不对？有对。青苹果 ，Hello， 冠宏，回来了。你刚刚是你错过了我们的性感时间，一整个都没有插话题时间，呼吸都紧。那一等一德，你有听到吗？没有，我们刚刚好像一开始前四十分钟感觉都在卡网。嗡嗡，妈，魔性球真的，嗡妈笑声，我今天看到时候我也在笑，真的超酷的。我觉得安安比好，来不及截图，可是补档应该补档 OK 吧。什么性感时间啊？就是没有，也没有很性感，我觉得就是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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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兴奋哦！这不行，算了，我去补哪？你今天还好？今天好像有，好像没有到很多练习性感 pose 时间，还有什么啊？性感 pose， 进步神速，我刚突然 get 到点了，可以给我的电脑吗？我电脑在哪里？你收起来了，可以拿给我吗？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你没有关机哦，这样电脑会挂掉。你要走这个风格吗？先不要，不好吧？我用完还是。走可爱风，拨头发仰头侧眼，拨头发仰头侧眼，哎，这好哎，女冠，谁组成剑哦？傻眼，这边敲一坨，是怎样？这样他都自降。打完球了吗？毛梁无安，上法圈，微妙，刚好奇怪，因为我觉得刚蛮好笑的、啊。再点头像，我看，妮妮，哎、欸，等一下，说个实话，我不会。我不会 wink 哎、欸，摇发圈很脏哎、欸，很脏哎、欸，你知道这样可能会有风险吗？这样好乱哦、喔，我刚刚头发这样好乱，超乱。我们在练习室，好像没有甩到。算了。对啊，不要摇，现在很危险哎、欸。那换橡皮？不对吧？习惯。现在没有东西比较好，对啊，什么都不要摇，不要接触。我录到了，有女神，没有林杰前辈女神，那个真的超正的。他那个 TTP Festival， 你们有看到吗 ？B 场的时候，噔噔噔噔噔，然后林杰前辈好像转过来，然后拨一下头发。想看 Week。不行，会很崩，等下会崩图出现。Wink 是我的极限，安安也可以，我有点难耶。算了。谢谢 X 送的 Love。绑头发最正的时候是后颈。从后面看吗？后颈是这边的。双眼 wink 我也会啊。
玉安玄阳 ，Hello， 谢谢玉安送的 love， 明明就不错，真的不行啊！一边说讨厌还是照着做，我会双眼问他，这我不会单眼啊。算了算了，哦吼吼吼吼，太好笑了吧！真的不行哎，这是什么东西？我感觉到障碍了，真的侧眼仰头，露出那种不可一世的样子，看着真不会。哎呀，谢谢玄阳送的玫瑰，真的不会啊。你真的不行啊，所以 Wink 出现了吗？你刚刚看到我吗？哦，我不会摘。谢谢 Miso 看送的看好你哦。Hello 小易，摆一下千古罪人 pose。什么千古罪人？等一下，刚刚是那个，刚刚吕官说侧仰仰头都真的不可一世，样子不可一世，不可一世，这样有吗？不可一世，不可一世是什么样子？遮一边，这个要靠练习，真的很难。那个跟基因有关，就像可以卷舌，根本卷舌，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各种基因，谢谢。哎，不对，神经不协调，对啊。低调再低调 ，Hello。但你就不要犹豫，直接眨眼闭起来就对了。你等一下看很奇怪的东西，小易换头像了。哦，摇法圈。那我觉得现在非常时期，我们还是先等等。最后一眼眨眼就可以当 Wink。不是可以，谢谢峰峰分享这边，所以不会问题，不用担心。这样吗？谢谢，放弃。对啊，我觉得现在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Hello， 田中豆粒王。我刚刚看到什么东西？先别，态度正确。你说那个吗？没事。艾斯，说今天到几点？今天到十点呢。要反正需要参考云，不要参考面。云喵前辈吗？坏网络怎么问？我也不知道。对啊，坏网络怎么问？哦，我想起来了，我拿冰块冰我的手机，然后呢，我电脑的音乐用另一台，然后不要用共用同一个网络，然后这样就不会卡了。我已经不敢小提醒了，没事的，我已。谢谢九单送男士应援棒 ，Hello YH， 有解决就好了。对啊，为什么今天那么卡？早上有人，不是早上，是刚刚八点多的时候。看练习怎么感觉好困难？感谢冰块，冰块记得让别让水沾到，记得别人。注意，别让水沾到。为什么？沾到手机。还好我有用手机壳，应该还好。感觉刚睡手机过，所以真的，谢谢天天的那个建议，让我的手机降温。我看一下，真的降温，它变冰冰的，这样正常吗？对，原本很卡，真的就是直接变马赛克。赖赖 ，Hello，
先买保冷器绑在手机上。我现在用那个冰块是那个啦，就是保冷器。嗯，一下哦。电脑版怎么那个？啊，哎呀！不会到零度下的啊，原来如此。我丢心之软的，真假？志祥，对不起，谢谢 Miso 送的 Love， 变成新鲜你们送的甜菜心饼干，一家前面也常用冰。对啊，因为太容易过热了，就是开镜头这件事情。好了，我要来念宝，等一下我先回个讯息。算了，用手机比较快，我要念榜了。嗯，日榜，我们从第几开始念？好嘞，我们从二十四玄阳，第十九是 DJ， 第十八是南泥蛙，第十七是阿翔，第十六是九单，第十五名是 Miso， 第十四名是空白，第十三是君佑，十二是变成新鲜柠檬，第十一是陈家树，第十名是杏婷，第九名是 Akira， 第八名是萱萱，第七名是苦味羊奶，第六名是 AB Play， 第五名是阿胜，第四名是 Alex， 第三名是田中豆粒王，第二名是 Happy Love， 第一名是草莓酱。哦，谢谢告白小易送的 Love。嗯，这排名会变吗？好像没差。辛苦了，应该不会吧？嗯，猫咪也辛苦了，猫咪它现在不知道在干什么，这好冰哦，好舒服。没更新就没差，嗯。你说你以为我在叫你啊？晚安，大家晚安。第十名，小易第十名，恭喜小易。お疲れ様でした。我以前觉得这句很难念呢。お疲れ様でした。お疲れ様。お疲れ様でした。因为以前都要一直念，一直念。OK， お疲れ様でした。然后お願いします。晚安，志祥晚安，早点休息。大家晚安，早点休息。然后我下一次开播是明天没课，志祥明天没课，好好哦。日文也好可爱，谢谢手套。念习惯就好了，嗯，真的。お疲れ様でした。みんなお疲れ様でした。你说的才对啊，嗯。那时候念最顺的就是这句吧。拜拜大家，晚安。哦，我下一次直播是星期天的晚上八点，对。奇 U Bank 时期，哦，那照片真的超崩的，真的不行。潘瓦哥，我要关播了呢。晚安，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安安安，星期天见。